这块牛肉的确是需要10公分的铁板。陆总，你让大伙等了你2个多小时，为了吃顿饭又让我多等了半个小时，这个时间够我为公司再多收购一家酒店。难道你觉得这比日本兵库县的淡马牛肉还重要吗？ 辛苦你了，你已经被解雇了。对不起，等一下，我最讨厌别人跟我道歉。你说完对不起，我还要装成宽容的样子，为的是让你的心里好受。可惜你连一家像样的酒店都没有帮我买到。 放心，我肯定帮你教训这个渣男。沈南，还是你整的意思？黑色科技没错吧？是黑色老弟，在二楼，对不对？对，就是二楼，这就是二楼。划他的拳一点都不冤。我爬上去弄，我弄得更深。我现在回去跟你一起划。我划。 私人恩怨啊，走开！你这样拍我是犯法的，把那个视频给我删了，看上面，我多个证据。你是谁啊？ 你拿错车钥匙了吧？你是谁呀？哎，我到了。哎，你在哪儿啊？这是谁的房？是男是不是走错了？我跟你说，在二楼，二楼啊。你跑哪儿去了？110还是120？对不起，大哥，大哥，大哥，不要跟我说对不起。我能弄好，我能弄好，我马上。你看。 你看，120啊！哎，别打120，别打120！我这个人从来不赖账，我一定把你这个车修得完好无损。我发誓，车能修好，侮辱呢？你可以侮辱我。
哥塔吉门乳鸽。嗯，好吃，很特别。你知道我喜欢吃肉，不喜欢太素了。所以我选的这个乳鸽啊，你别看它个头小，其他肉可多了，都在那里长着。你这儿还有，你这儿我帮你看。我说的不是这鸽子，我想说的是，顾胜男，不要每次老是找我试菜，你这是越级，你知道吗？对不起，总经理，我下次再也不这样。哎，等一下，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重新确认一下我们的关系？你该不会是想要公开吧？你之前不是说过，如果公开了的话，会影响我们双方的事业？嗯，不是公开，是分开。志南。我喜欢吃你的菜，但你不是我的菜。我喜欢肉多的，但你连最该有肉的地方都没有。我不是嫌弃吃素的啊，是呢，你看啊，茄子、南瓜还有节瓜，它们其实都算是有肉的，但你就韭菜。而且还是没加化肥的那种。哎，沈楠，沈楠，希望我的诚实没有伤害到你。但你别灰心，这世界上喜欢韭菜的男人还是很多的，而且，国安，快点。刚入住，房间号是1123，给我点时间处理一下。快点啊！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把我的行李拖到1123。好，把行李拖到1123。哎，先生，那我带您上楼。不用，可以了，不需跟着我。先生您好。我叫开开，我叫欣欣，我们很开心为您服务。不用，别跟着我。这个房间很久没人住了，有一点霉味。我口罩摘了，我听不清楚你说什么。房间符合标准，采光度、湿度非常适宜。遮光度还没有达到100%。隔音呢？很好。嗯，还有餐厅这一项，要不试试？惠灵顿牛排，请慢用。我们主厨是来自米其林餐厅的，在这远近一带都是非常有名的厨师。这酥皮和牛排之间的蘑菇酱应该是要用小河菇，你们竟然用了大河菇，米其林。全被退了，
胖子，能给我一道菜单以外的东西吗？老板，我觉得临时创意怎么能跟这些菜比？这15道菜是严格遵循菜单，经过上万食客检验过的。就算是你 bad batch 主厨来了，他也只能点头说 perfect。那客人退菜的理由是什么呀？客人说了一通，我也没听懂，没准心情不好，尝不出味道。沈南，帮我一个忙，如果用任何方法搞定123的客人，在他12点退房以前，啊，老板，还有20分钟不到，他连做个沙拉的时间都来不及，我。请离开厨房。Rose Bar 规模小，但地理位置优越，建筑保存完整，有故事可以讲，可以被纳入收购计划。我这么发给董事会 ，OK 吗？就直接找人来谈判，价格不用手软，酒店轻易成交，根本没有讨价的空间。退房。你好。我是这间酒店的总经理，抱歉，刚才是我们的疏忽。我们也为你们重新准备了一道菜，希望你们多多指教。这道菜我知道，女巫汤意面。洗了，我不是说我要看客人反馈的吗？我没动啊，客人吃得一干二净啊。我本来觉得你把酒店经营成这样，早就该被开除，没想到你竟然还有一位这样的女厨师。怎么知道是个女厨师啊？这道吉普赛的食谱向来是传女不传男，调味配合非常困难，他竟然敢用花椒搭配柠檬和香茅的加入，改变了整道菜的季节感。热红酒属于冬天，冬天吉普赛人常常会在路边支起铁锅，熬着这锅味道强劲散发着草药香气的女巫汤。女巫汤根本没有菜谱，你喜欢放什么放多少，每个人都不一样。虽然奇特，但味道平衡得非常好。谢谢你，陆先生。身上都有密码，食物是打开密码的钥匙。对食物挑剔的人，在乎的不仅仅是味道，他在乎的是有没有遇到解对密码的人。大家注意啊，1123房的客人经我确认，确实就是维恩集团的总裁，所以我要你们所有人都全力以赴啊，尤其是你顾胜男。告诉他们接下来除了他的菜我什么都不吃。接下来我们不走了，行程延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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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面是失眠人的好朋友，水在100度沸腾，却会挥发了面的香气。面在3分钟煮透，但将透未透时才最弹牙。完美只存在一瞬间，而数字可以帮助无限接近这个瞬间。美妙的不是巅峰，而是存在于巅峰之前，怎么掌控它才是关键。时间是面的敌人，这一秒的面和下一秒的面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碗。谁啊？你白天还是应该报警啊！你在我阳台干嘛？你不会小点声说话啊？那么大声干什么？都几点了？我爬上去还不行吗？什么？你在干嘛？我爬下去吧，还是我爬下去？我爬下去吧。我。滚！放手啊！滚！为什么我会被人甩了？我是不是特别的丑？你要是不说，我就不松手。丑啊！丑不可悲啊，可悲的是你不够丑。特别丑的跟特别美的，起码都很特别。像你这种一般丑的，就很一般。别难过，我走。我知道你说什么。那个空调温度可不调高一点啊？还要多久？我呀最讨厌你们这种不老实的，长成这样
还在酒店里面搞东搞西的。喂，回去坐好。喂，你干嘛？不能放调理包，先煮面。看时间啊。盖起来啊。还没。好，可以了。把水倒掉。全放。赶快搅拌。对。搅拌了。倒热水。八分满了。可以了。还没。有点研究啊！哎，你干嘛？回去坐好。喂，我是 Richard 梦。我还没有同意收购大英航空公司的计划。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不，我并不觉得我30岁年轻有为还单身是一种资源浪费。你是不是已经看出来我在假装打电话？招数不错，还蛮新颖的。那把你电话号码给我，我真的打一个。不用了，你已经有了。今天就是我们华辉你老板的车。我刚刚给你打过电话。干嘛呀？别。你说，其实他长得还蛮帅的，不然我们去跟他道个歉。这位先生，我朋友刚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他想要跟你说对不起。我最讨厌人家跟我道歉。乖，别再过来了。你有洁癖对吧？是啊，有问题吗？你刚才出门的时候脚上踩了一坨狗屎。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要送给我？喂，开门啊！等一下。水池是用来培养细菌的吗？这么脏。好，我马上记下来。下一个行程，8点曼谷酒店员工表彰大会。能力那么差还要表彰？哇，喂，快跑啊，前面那男的，快跑。挺疼的吧，没事吧？对不起啊。你是酒店员工，哪个部门的？你不会要投诉吧？算了，把手伸出来。什么？把你的表给他。
这个表有警报功能，当你在我老板50米范围之内，它就会自动发出警报，希望你可以一直带着。24小时带着。你也会24小时带着的，对吧？我是说，这样我们两个就都安全了。老板，8点了。不困，你去探探我们的长老。头得过来一点点，过来一点点。OK。不困，还没喊呢，那去吼。老板，你好。每到公堂宴会，各党各军替卖会说事。快来快来快来快快！112，3点到。到。就一个到。怎么这么多？还是那天那个厨师，是的，是的，有意思。Here we go, it's time to get in a brand new show. Crank it up and watch it roll, sing it, woo, flip it, woo. Sunny side up, it's on a plate, come and take it. Swim in the bubbling water, spin with the flow. Without your clothes, that's better. Slow it down, turn around, it's time to scramble in a little fun right now.他用了墨鱼汁，墨鱼汁是墨鱼逃跑的时候放的。那么，他在求饶。最近在练健身，木马。不用了不用了，我也喜欢吃素。沈南，帮我。帮你什么？教练说，最近练健身不能吃得太油腻。咱们俩已经分手了，所以我以后不能再给你做饭了。我不是要你给我做菜。而是我发现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味道不怎么样却很健康的食物，例如低脂牛奶、Diet Coke、素鸡，当然还有你。你那么健康，但我却一直忽视你。今晚去你家。好啊。去开车。哎，等一下。你不是最喜欢吃肉吗？赶紧吃肉，包子配狗，天长地久，全是肉的，不许再来找我了。沈南，哎，胡说，下班了，那个1123说的不点了。啊？
您这么懂吃，一般的菜肯定搞不定的。你快点，拉完之后我还得回去研究菜谱呢，啊。怎么又是这样？说你多少回了，你快点抓紧。Hello， 各位吃货们，徐瘦瘦吃肉肉这个节目在蘑菇街上的粉丝已经超过200,000哦。那大家加油吧，老板跟大家说再见。哎，拜拜。你们家狗是有厌女症啊，还是他喜欢男生啊？他大概承受不了你这个嗲声。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啊，现在网红过气多快啊，我要不趁着红的时候啊涨点粉，融个资变个现什么的，什么时候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啊？你看我现在活多自由啊。你那都是假自由，你敢说你爸妈没催你找对象？我爸妈早就放弃我啦。我表姐哦，今年都33了，但是过年回家没有人催她结婚啊，还不是因为她有两套房，北京一套，老家一套。真正的自由就得拿钱砸。我很努力的，我努力想要得到123对我厨艺的认可。123什么鬼？哎，123就是一个能让我升职的人，等他收购了我们酒店，我就能升成主厨。小姐说的这么有事业心啊，不会又因为人家喜欢吃你做的菜就喜欢上人家了吧？他不光爱吃我做的菜，他还懂我的菜。其实我觉得吧，我们是一类人。高老师，拒绝给咱录 ID， 嫌咱的词儿土。你没跟他说，咱这节目就是又土又土又土，还他妈不要脸吗？说了，他说既然都不要脸了，那还花那么多时间化妆干嘛？在那儿呢。就是那个胖子，他本名真的就叫高富帅，现在网上所有火的节目都是他做的。我们来看看观众喜欢什么呢？你是不是真的有抑郁症？是不是跟爸爸关系很紧张？你到底谈过多少个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这些都是以贵节目为代表普通人的思维，巴不得有钱人都是私生子，生活放荡，永远找不到真爱，还有童年阴影。我再怎么说我过得很好，你们也不会相信。只有悲惨才会拉近人与人的关系。难道资料错了？你没有童年阴影。你叫高富帅，有童年阴影的应该是你吧。怪不得网友都管你叫Mr. 河豚，果然有毒哦！哎，这是我们的小礼物，特写，导播，导播，快特写。河豚虽然有毒，但只有无知而上去咬它一口，人男女是名人。陆总既然这么有钱，那不妨把我们的小公司也收了吧，区区10亿而已。我还是喜欢收购像 Roswell 这种酒店，好保持我维恩集团一贯的高素质。说过1123房的客人经我确认就是维恩集团的总裁。原来如此。那陆总您深更半夜把一个女人塞进皮箱里从房间里拖出来，当时发生了什么？误会。什么误会？一定不是误会。有网友拍到你深更半夜被带进警察局，也是为了和我们这些低素质的人保持距离吗？真的是失常。当时是不是玩嗨了？哎，你在干嘛？网上说的照片视频他们全部都搞定了，而且承诺不就此事炒作。他们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是陆静，祝观众朋友们情人节快乐，没有情人的思念朋友不停歇，感动走过每一刻，为你祈福。再来下一个。我是陆静，祝观众朋友们清明节快乐，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陆总，陆总，河豚在哪？高一点。大家好，我是陆静，祝大家春节愉快。
1123说这是开放型命题，大家按自己的理解自由发挥。自由发挥这是你们点的第一道菜，此时夏天对我来说就是火爆，要有火星四射的激情。夏日的烧烤还可以配上阿根廷的辣椒，激发出来的就是原始的香气。我看你们厨师今天有点情绪。迷迭香，迷迭香的花语是神秘的海上灯塔，确实是对上海很好的比喻。厨师和客人之间因为一道菜有了不一样的缘分，即使不让他知道我是谁，也希望他能记住这一刻。第三道菜，法式煎羊排。这道菜的意义是，此刻我们正在当时法租界的中心，而我们酒店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酒店。这羊排特别的是在它的酱汁，它用了日式抹茶粉，才有这清香的味道。日式，我相信他想表达的是日式茶道里一期一会的精神。此刻陆先生，我们厨师说他已经给您做了三道题，接下来这道由他出题。美国杏仁，加拿大蓝莓，英国醋。把我查得很透彻啊！我在美国出生，加拿大长大，英国留学和工作。告诉他，这倒是此生。我们厨师相当的用心。这里面有松露。松露是什么？啊，那是意大利阿尔巴的白松露，一克要50欧元，是我们酒店最贵的食材。当然。也是为了衬托您高贵的身份。我希望见一下这位厨师。他什么反应啊？猜出来了，但他不知道松露什么意思。他想见你，你问他吧。去就去。不肯见您，但是您已经猜对了那道甜品的意思。至于这个松露，其实它是藏在地下，长在它周围的植物都会莫名其妙的死掉，它才能容易被找到。谢谢您。您也就是说，只有杀死它周围的植物，才能成为最高贵的食材。那位厨师说你们以菜会友，隔空交手，至于见面吗？
你都哪去了？我在帮你修车呢，四 S 店要通宵排队。哎，这家酒店可以，我要不要现在过去？去去去去去，别急。哦，谁啊？还有事情吗？没有的话，我去排队了。没事了，回来再说。你就在哪儿，跟只苍蝇一样。哼，你也不看苍蝇闻什么。不要动，手走开，走开。是个吃饭都会漏汤的人，苍蝇都比你干净啊！你们堵在门口干什么？应该没闻到，我都闻不着，他应该没闻到吧？一般不是狗的话，应该就是闻不到。我怎么觉得他闻着了呀？四十秒。火警演习，一分钟到，人还没齐，安全意识很差。大姐，火警呢？麻烦你快两步可以吗？这样你也看得出是你的员工？哎，面罩，面罩拿掉。快点，快点。说你啊，摘掉摘掉。防烟一层是不够的，毛巾拿掉，拿掉，拿掉，拿掉。哎呀，说你呢，快摘了。还有一层，两层。三层，继续拿掉。可以了，停。我觉得他肯定发现我了。被同一个招数连骗两次，也就你了。
化身是为了靠近我，所以每次相遇都是巧合。啊？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身份？你上次采访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身份？轮到你问了吗？知道为什么不说？你是谁对我来说没所谓呗。那何必用松露帽？你这个人跟松露挺像的，松露就是要把周围所有的生物全杀死，它自己才能茁壮成长。这么讨厌？那干嘛还做那道一起一会的菜？你可真矛盾。不知道谁矛盾。你那么烦我，干嘛来找我？赶快把我蛋糕做好。喂，你现在应该在瑞士，怎么还在上海？差不多了，正在核算收购成本。一家酒店而已，不值得你浪费那么多时间。我知道，抓紧时间。是的吧？叫你们总经理过来，我要点餐。陆先生，您点的那位厨师今天请假了，要不要试一下？123找我了吗？没有点餐啊。那我先挂了。谁啊？龙虾三吃有哪三吃？头油鲍、腹刺身、尾鲍粥。306，306，306。青青说，只有找到知道答案的人，他就把龙虾送给我。酒店的人说你请病假。我的狗病了，有何贵干？探病。还有吃饭。餐桌在哪？你面前的桌子就是，又可以吃饭，又可以看电视，是不是特别方便？
快点啊，否则我不能保证狗的安全。别。好了没有？老板，吃饭啊。不好意思，我的狗也叫老板。这桌子有什么问题吗？一张餐桌是吃饭最低的配置。你这样摆是挺有艺术感的。我吃饭有个规矩。你为什么不能和人一起吃饭啊？吃饭这么私人的事情，怎么可以跟人一起？难道你洗澡不是一个人？吃饭和洗澡能一样吗？我不去。难道你没有家人和朋友吗？你总得跟他们一起聚餐吧。越是低等的动物越喜欢凑在一起吃饭。你看蚂蚁、苍蝇、秃鹰、土狗，你看老鹰，向来都是独自进食。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他们吃饭没你啰嗦。你的窗帘啊，遮光度不及格。要窗帘干什么？窗帘不重要。我跟你说，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看太阳，可惜每每到了傍晚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所以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到夕阳。你还要不要再加一点？你要不要的话，我可是都给老板了。火锅在情色食物排行榜里排名第一，因为它和情人间的某种亲密行为实在太像，两个人不断要交换口水，还会面红耳赤，心跳加速，唇干舌燥，美酒也醉。好吃的东西吃一次就算了吧。我老板是个吃货，你的闺蜜是个厨子，只要他们可以吃，我们就可以一直吃下去。怎么又来了？吃饭了。不是来吃饭的吗？顺便睡觉。Something about you, baby.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aron, don't die.
你每天这样我都睡不好，白天真的很影响我的工作。关灯。这个人白天吃不饱，晚上睡不好，弄得我连周末都没有了，累死我了。那你干嘛不占大点便宜啊？这样你就不亏了。怎么等啊？我给你示范。我不用说真会。我好像说过不跟人一起吃饭，我有时候也不把自己当人看的，我都是看心情，你随意啊。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你一共能挣多少钱啊？350亿美金。去年福布斯杂志说了。那你就不用工作了呀，你可以为所欲为了。是吗？如果你很有钱，你会做什么？花啊。350亿美金啊，你知道这个概念吗？花不完的。这样吧，给我，我试试能不能帮你花完。当你能赚到350亿，意味着你有几十万员工，而且你只可以想，怎么样能够赚到另外一个350亿。多吃一口。河豚。嗯，你不是叫 Mr. 河豚吗？老板，这些东西胆固醇太高了，不适合你这种老人家。走，吃皇家狗粮去。其实老板已经是个老头子了，医生说他活不了多久了。虽然我很怕到那一天。我一定要陪他陪到最后。他能遇到你是很幸福的，不像我那只。你养过狗吗？小时候。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他突然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而且过不久我们就搬家。你应该挺伤心的吧？
其实没什么感觉。反正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一直陪着谁，我也不太需要。我发现你跟我一起吃饭话还挺多的呀。不应该有事儿，不应该有事儿。你蠢的人类！你们出去躲雨。原来下雨的时候这么开心，这么爽，我以前还真没这么觉得，还挺好。这雨不够大，再大一点，大，大一点。小。会不会把你都淋湿了？这手这么凉，都不打伞啊？不，没关系，等我回去之后就给你煮碗姜丝可乐，你保证不会生病的，肯定不让你感冒。那你靠后来一点，你感冒更麻烦。那你也靠过来一点，你感冒也麻烦。我发现他们没有伞，只有我们有，他们肯定嫉妒我们。小孩不能太高调，小声一点，低调一点，低调一点。你头发有点湿，我给你吹吹头发。
姜文失掉。我这个是负离子的，保证不伤头发。我再追一追胡子。谢谢。Rosebud will bring its vast experience and its vision to the VN Group through this cooperation. It is our goal to bring innovation and success to the VN Group. 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many positive changes that we can make, including hiring new employees with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a 3-star Michelin chef.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today and wishing us a very bright future together. Hey, 赵弟，你最近跟小梦联系过吗？她跟她老板已经两天晚上都没有回来睡了。哇，你来了！开门。喂，你们不是住酒店吗？我老板地产全球都是啊，住酒店是因为工作。他人呢？在里边做事。闻见一股饭味儿。喂！哎，你不能进去！喂，快走！你有别的吃饭的地儿，怎么不告诉我？我不知道你请了客人，麻烦您一下到客厅等着。不好意思，这位是我，您是我的厨师。我的厨师，你又找了个新厨师啊？不是新的，他是我的私人厨师，刚刚休完假。我已经跟了陆总7年了，你怎么没告诉我那位厨师也是个女的？你没问啊？你怎么不早说你原本就有厨师啊？你也没问啊？没关系，既然来了就是客人，不妨到客厅等一下，我准备一些新的料理，尝尝我的手艺。不，我没兴趣，我没兴趣。既然陆总喜欢别的口味，那我就不在这儿赖着了。他怎么也会做女巫汤？这。不过是一道菜啊，这不过是一道菜是吧？这不只是一道菜吗？
就算只是一道菜，那也是我的菜。这我理解，不过你做给陆总吃就是陆总的，陆总喜欢的菜也就是我的菜，毕竟我是他的私人厨师。他们睡了？这个睡不睡没关系，他竟然吃这个女人的菜，吃了有七年。吃菜有什么啦？我吃我爸菜吃了24年呢。吃饭是很私密的事情，你不懂。顾小姐看起来真年轻，当厨师多久了？5年。5年？5年才算刚入门而已。年轻对陆总没有用，经验多才能掌握他的口味。口味是会变的，同一个人的菜吃7年，你怎么知道不会觉得无聊啊？是可能会无聊啊，所以我理解他，不过是换换口味。别说的他好像属于你一样。我属于他就可以了，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了这辈子只为他一个人做菜的觉悟。做菜不是你占有别人的手段，做菜是一种交流。说得真好听，那你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厨师一样，陆总见过欣赏过，但都只是路过，最后还是会回到我身边吃我做的菜。你说的对，人的口味会变，但习惯不会。我的菜对他永远是家的感觉。好了，吃的东西我们聊得够多了，聊些正经的。陆总已经严重 delay 了他的行程，他现在应该在瑞士收购3间酒店集团，包含150间酒店，横跨5大洲以及34个国家。也就是说，他每在上海逗留一天，他每天就至少损失100万美金。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那我也给你一个选择，你和我一起给他做菜。你怎么能接受他同时吃2个人做的饭？我也不愿意，可是这是我必须做的妥协。上面有陆总的日程，除了他外出的日子以外，周一至周五我做，周末你来。不可能。你好好考虑考虑吧，这是你最好的选择。哦，对了，上面还有注解，周末的早餐由我做，因为他最喜欢吃我做的太阳蛋。会议餐取消了。啊，我们都被解雇了。解雇了？什么？刚刚宣布。我有话跟你说。我知道你还在生气，关于我的私人厨师，
我对你什么私人厨师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开除啊？为什么？这里为了要改造成一家国际化标准的精品酒店。什么是国际化？你是觉得我们不够国际化，还是根本就不是精品？是不标准。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们说啊？说了有用吗？杀猪之前告诉他，能不杀吗？你说我们是猪啊？比喻而已。世界上不就三种人？杀猪的人、买猪的人，还有猪。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情？猪也是情感动物，不管你是什么动物，你总要有情感吧？猪也有感情。我第一次开店的时候是19岁，那个人在公司干了20年，有2个孩子，那又怎么样？人不能被这些事情操控，这只是工作，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今天裁员是我的工作而已。那我就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对吧？你能试着跳出你普通人的思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件事？用我的脑，不要用你的脑。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办法达到你的高度，怎么办？而且我没有办法容忍你同时用两个厨师，你怎么可以同时吃两个人的菜啊？说。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师。合格个屁！我不能只是因为认识一个新厨就把他开除了。我不是新厨师。你不能喜欢两个人的菜，你只能喜欢一个人的菜。为什么？为什么个屁？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不只是个厨师，你很特别，但是你有些地方太特别，特别到不符合标准，特别到不能控制，特别到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所以我需要多点时间考察。老板，考察什么？啊？你说。因为我现在没有一个，因为我现在不能够给你一个合适的职位。没事，不用考察，不用考察，没事，我早就想辞职了，你知道吧？我一点都不想待在你身边，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感情。你呀，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枉为人。这是你的吗？在9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
去哪？你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来1123点餐。回首一年吧，听说是新客人店。你还去吗？Rosebud 准备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被收购。他们希望你留下来。一家酒店而已，不需要再浪费时间。招弟，我马上得回英国了，但准备辞职，搬来上海。你再等我两个月，不，一个月。我。还有点后悔，我是不是对他说的话太重了？哎呀，不是说不想了吗？我问他挺奇怪的，我还挺想跟他说，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那些话，可是。其实我还想跟他说一句恶心的话，就是我还挺喜欢他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一直在想他，一直在想他，一直在想他。是我挺讨厌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还是挺难过的。不合您胃口吗？哦，没事。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吃？那恐怕不行。这么多年来，每次我备餐，都只备您一个人的份。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请慢用。吃的已经不仅仅是饭了，我的存在不再有意义。来得正好啊。上海那家酒店怎么回事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可以特别，
特别表示超出预期。我知道。那酒店餐饮呢？全部都与米其林餐厅合作。食物不可以太好吃，不能喧宾夺主，妨碍客人谈正事。还有什么？爸，好像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这段时间没见到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这媒体啊，就是专门收集蠢货，然后呢集中让大家来看，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随便接受采访。看吧，这个就变成笑话，不是吗？一定要在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吗？谁让你在吃饭上面浪费这么多时间呢？食欲是人的初级本能，你被他控制，表示你的意志力薄弱。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别人那么讨厌我。讨厌不好吗？讨厌能让你孤独，孤独让你清醒，清醒呢就不受别人影响。你看我们现在控制这么大的经济体，我们不是普通人了。我是花了多么的心血才把你变成这么讨厌的人，你应该感激。那喜欢呢？难道你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当然有啊。你虽然有这么多的缺点，但是你是我儿子，我不可能不喜欢。吃饱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要问你，我小时候养的那条狗是你丢的吧？什么狗啊？爸，你好可怜。我们下一个行程去哪？接下来伦敦飞纽约8个小时。那就上海转机。去上海转机？那全程会多18个小时的，而且还有……你有问题吗？快！没有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办法生活，所以老板呀，要从你做起，从我做起，咱们要节省开支。卖了吧，一了百了。你看看能卖多少钱？这真的假的？算了算了吧，我还是不卖了。慢慢慢。快点，老板啊！快点，快点！
在哪里？你想不想再吃到宵夜？跟你说，我没话跟你说。汉子，今天我为什么要跑？因为我讨厌你。讨厌我什么？讨厌你的一切。那你讨厌我比我讨厌你更严重啊！我只是讨厌你的脑子笨，说话没逻辑，做事情欠条理，清醒时犯糊涂，喝醉时更糊涂，家里站着像猪。闭嘴！你出来我就闭嘴。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我也再不给你做饭吃。你给我多高的职位我都不会要。我没有职位给你，但我身边有个位置给你。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你不是说你讨厌我吗？你不是说我很特别吗？我知道你就是喜欢吃我做的菜而已。我喜欢吃很多人的菜，但没有对那些人说过刚才那些话。那要是我不会做菜了，你还喜欢我吗？我不知道啊，我想象不出来会不会喜欢一个不会做菜的你，就好像我想象不到会不会喜欢一个不会犯错的你，因为我没办法选择只是喜欢你的优点不喜欢你的缺点。明不明白啊，顾思南？我根本没有办法选择喜不喜欢你。那就是说你喜欢我，对不对？你是猪啊，开门，开门。我性不性感？什么？我是不是世界上最性感的人？你是最最普普通通的性感的人。开门。
不要以为今儿救了我，我就能让你进我家门啊。这不是我家，我们家在那边。这里是我替你找到能看到最美丽的夕阳。专心点啊，专心一点，要不然错过了。你怎么跟人家说的？我说借他的地方看一次夕阳，开什么条件都可以。就只是看夕阳啊？嗯。你在干嘛？看夕阳。哦。然后呢？不知道。专心一点。哎。我们住在这圆圈，你走左边，我走右边。I'll see you again。我们要走多远才能到彼此身边？耶，画一个圆，种一点缘。你在身旁，我不再孤单，温馨看夕阳。有你的陪伴，未来有了方向，转眼又天亮。月亮圆又圆，我们看着这圆圈，完美的圆，最美的圆。我们要走多远才能到彼此身边？耶，画一个圆，种一点缘。你在身旁，我不再孤单，温馨看夕阳。有你的陪伴，未来的方向，转眼又天亮。我去给你做饭。不用，我来做。种一点缘，我们要走多远才能到彼此身边？完美的缘，最美的缘。想看日出吗？要不要继续等？
亲爱的，用心栽种下，不一定开花，不用怕，太阳心中挂，星光闪闪洒，涂上开满花，伤口会结疤，种子会萌芽，虽未到达花，从心再出发。直走，我认真找寻生命的出口，看风多大雨多大，我也不放手，不用怕，太阳心中挂，星光闪闪洒，涂上开满花，伤口会结疤，种子会萌芽，虽未到达花，从心再出发。 I'll never stop